灵岩山地处太湖之滨，紧邻木渎古镇，海拔182米，因盛产灵芝石而得名。山上多奇石，巨岩嵯峨，怪石嶙峋。灵岩山自2500年以前的春秋时期，这里就屡屡受到皇家的眷顾，是春秋时代吴王夫差管娃宫的旧址，也是越国献西施的地方。800余年后，东晋大官陆完在灵岩山建私家别墅，晚年舍宅为寺，这是灵岩山结缘佛教的开端。此后，南朝梁武帝听闻这里有名叫智积的菩萨显圣，而扩建灵岩山寺。南宋孝宗皇帝在灵岩山为抗金名将韩世忠修建齐王墓及齐王祠。清朝康熙皇帝南巡途中多次登临灵岩，他的孙子乾隆皇帝更在管娃宫的遗址上再度建起了行宫。
石亭形式，朴素庄重。亭额是一五法师所书，石柱上镌对联一幅，联曰：“莫道现金身，不舍大悲是妙相。至心称圣号，即蒙显应为群情。”落红亭东，松林掩映，岩壑奇秀。林木苍翠之中，有一处古朴的塔院，为印光大师舍利塔存放之处。塔院门楼上有叶公绰所书《印光之塔》题额砖雕。院中有正殿三间，中间供奉印光大师全身舍利塔，上悬“泽富群蒙”匾额。塔中存有水晶舍利塔，七颗舍利是杭州修伦法师和上海郑志华所送。同时存入塔内的有印光灵骨一坛、坦衣一顶、紫砂钵一只、印光法师文钞正编、续编、加言录、行业记及印光遗墨各一部，以资永存。印光法师1861至1940年，在中国佛教界的威望极高，是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。他与弘一、虚云、太虚等大师一起，被后世誉为民国四大高僧。同时，印光大师专弘净土法门，并为中心净土宗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，后人特尊他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。1983年9月1日，举行了隆重的印光法师舍利入塔上供仪式。有一块突出的巨石望佛来，
石榴罗汉像，造型典雅，令人起敬。后壁左右供奉文殊、普贤两大菩萨。大壁后是海岛观音塑像，善财。
印光纪念堂在大雄殿东侧，即印光大师生前官房，以大师原著字体养心室为纪念堂，则大师遗物159件陈列。内室专供大师舍利使用过的物品，外室悬挂大师遗像，以供信众瞻礼参拜。印光大师律己极严，在灵岩山寺官房内的陈设十分简单，仅一龛佛堂，一桌一椅，一床而已。据弟子们后来回忆，大师当时已近80高龄，依然自己烧水，自己扫地，自己洗衣服。大师的卧室内悬挂着一幅大大的死字。他说，死这个字好得很，不但要常讲，还要将一个死字贴到额头上，挂到眉毛上，并在字旁写道，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，则道业自成。只有能够去面对死，才真正能够看破，才能够放下。所以这个字，从佛教的角度来讲，不是一个不吉祥的字，恰恰是一个让你领悟佛法的一把钥匙。后花园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在灵岩山上建造的御花园，留有许多名胜古迹。春秋吴越夫交一战，越国大败，越王勾践和大夫范蠡被押为人质，居住在石室之中。勾践向夫差献上越中美女西施，吴王夫差为西施在灵岩山上建造行宫，铜钩玉槛，奢侈无比。吴人称美女为娃，故名管娃宫。公元前473年，越王勾践从水路攻进吴国，把这富丽堂皇的管娃宫付之一炬，烧成断壁残垣。
殿宇，庄严道场，并将印光大师制定的五条规约修订为灵岩山寺共筑规约，坚决不做金忏，不收徒，不传戒，不办讲经法会，坚持十方丛林制度，恪守祖训，严守道风。搁这里五十规没过十五年开始定的，到我们执行到现在，应该三十年了。对，这灵岩山外面印象很好，这灵岩山道风好，也就是规约执行的好。灵岩山的历史文化遗迹颇为丰富，先保存着众多的文物古迹和景观，有的鲜为人知。寺内至今保存着自宋、元、明、清至近代所刻共74种，即174块石碑，其中有的完整，有的残缺，反映了千年古刹灵岩山寺的历史沿革及历代名人事迹，都是佛教文化的瑰宝。其中明学法师亲自收集的七块宋代残碑镶嵌在纪念轩的南墙上。当本片正在后期制作时，经闻灵岩山寺方丈净土宗巨匠明学老和尚于苏州灵岩山寺庄严圆寂，遂再上灵岩山一睹长老最后宝相，以慰悲痛之情。长老逝寿94岁，僧腊69年，戒腊69载，一代高僧净宗泰斗圆寂西归，噩耗传开，四众哀痛，海天同悲。老和尚一生喝淡如来家业，勤勉简朴，修持精进，祈愿长老诚愿再来，度脱更多娑婆众生。
匾额。两侧柱联模糊不清，幸好前柱对联是白底黑字，还看得清楚。环顾室内，一架玻璃柜内陈列有几只陶瓶，此为韩瓶。韩世忠深知士兵行军途中疲惫口渴，令制作陶壶盛水，士兵皆随身携之。此瓶距今850余年，是现代军用水壶的雏形，因是韩世忠所创，故称韩瓶。走出祭殿，沿琼林路行走约200米处一条小路上山，往前有两条岔路，左手边通往韩世忠墓的墓冢，右手边通往韩世忠墓的墓碑。大约300-400米就看到了韩世忠墓的神道，一条笔直的花岗。纵观全景，东西北三面建有罗城，南面涉及可上，墓地约2亩，中心是半球形坟堆，封土约高出地面3米，是韩世忠和他4位夫人的合葬墓，二夫人便是梁红玉。坟前立有宋韩齐王墓青石碑。墓道右方立着一块石碑，走近看，上面刻的是“韩齐王墓重修记”。两侧古松相衬，更显庄严肃穆。顺着右边山道进山，不远处就能看见耸立着一块高大墓碑。透过饱经风霜的斑驳印痕，我们还能看到周必大书单、宋孝宗御笔的“忠心左命定国元勋之碑”，10个尺2大字。这就是世人所称的韩齐王神道碑。墓碑巨大，碑文长达13000余字，故称万字碑，世所罕见。1939年5月，墓碑被大风吹倒，碎为10余块。灵岩山寺妙真主持广化善缘，于1946年将碎碑拼起，立为2块。在石碑后面有一个断头的石龟，当年巨大的石碑便是驮在他的身上。细看龟壳上的花纹雕刻非常精美。今天韩墓在历经800余年风雨侵蚀下，仍不失其风采。残叶覆盖下的宋代小青砖铺设的神道依然可见，而在某位苏州企业家诚心出资修墓后，更重现了当年的恢宏。1928年9月，于右任作诗一首：目睹齐王万字碑，功名盖世复何为？江南苦念家山破，我亦关西老健儿。当时于右任到苏州寻访退出政坛隐居吴中的国民党元老李根源，途经韩世忠墓，有感于国家多难，军阀混战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能实现，为了排解郁闷心情而作下此诗。灵岩山寺，这座千年梵刹，
自东晋司空陆完舍宅为寺，智积菩萨开山，迄今已有1600余年历史。它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净土宗道场，在海内外闻名遐迩。